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学期的电磁波。第二学期的电磁波，我们从第九章开始。第九章讲的是传输线原理以及应用。那么这一章的各章各节啊，就第一节绪论，第二节原平行传输线传播的TEM wave 啊，第三节是耗损传输线的方程式啊，第四节是一般传输线的方程式，第五节是无耗损传输线，第六节是介绍传输线的参数，第七节有线长传输线，第八节介绍传输线作为电路的元件。第九节终端为电阻的传输线，第十节任意线端的传输线，第十一节传输线的电路，第十二节就是我们有多段的传输线，这个电路啊要怎么解，我们在十二节里头讲，第十三节就是介绍史密斯原图啊 ，Smith Chart， 第十四节就是应用。史密斯原图计算耗损传输线问题，15节就是传输线负载的匹配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。第一节就是要做一个介绍，说一般横向的电磁波就是 TEM wave 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， 它呢是借助天线把信号向全天空来开放啊，就是开放式的。那么这个波出去以后啊，它是形成一种球面波。那这种球面波的特性呢，就是电波传得越远，波面上面的强度就越弱。因此啊，当电磁波啊传到很远的地方接收天线的时候啊，那接收天线的效率就非常小啊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传过去的功率耗损呢太大了，你收到的功率呢只有一点点。这种传播的方式呢，如果是用在电力的传输啊，那极为不适用啊。电力传输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，那非常的不经济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用一种传输线来引导电磁波，使它沿着固定的路径朝某一定点的方向传输啊。这样的话它不是一个球面波啊，所以它可以大大减少功率的耗损率。那么我们常用的TEM wave 传输线有以下的三种。第一种是平行板传输线，它两块平行板，上面一块下面一块，上下两块的中间呢是有介电子啊作为绝缘啊。第二种 B 就是两线制的传输线，这两条圆柱形的这个电缆线啊。那第三个就是同轴的传输线啊，中间是一个圆柱导体，外层有一个空心的圆柱导体啊，当中有绝缘体作为绝缘。上面这个就是说这三种传输线我们刚刚已经呢稍微的介绍一下，现在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啊。就说两层导体当中它的绝缘体啊是用介电子来做，这个介电子呢它做成一个均匀有均匀厚度的一个介电子层啊，来作为绝缘。好，那么这种传输线呢，它如果是用在微波波段里头，它可以把这个线路啊
可以印刷在这个基板上面啊，一个介电支的基板上面，所以它做起来啊非常的经济啊，所谓价廉物美啊。那这个是平行板传输线，我们一般的仪器啊里头啊，那么通常都是用这一种两线制的传输线呢。它这个两条线呢、啊、一直保持一个等距离，它是一个平行的导线啊，它是用来传输比如说电力的传输啊，电话线的传输哈、啊、就是用这种的传输线。第三种同轴传输线，它包含圆柱体，就是当中的圆柱体的跟外头的同轴，就是空心的导体，两个导体之间呢用绝缘的介质所构成的啊。那么它的优点就是电磁波完全限制于介电质内，应用于它应用在电视电缆跟高频精密制量测仪器啊。我们上学期曾经介绍过啊，那么这个电磁波的功率呢，像这种同轴的传输线呢、啊、它都是在它的两层当中的介电质里面传播啊，它是从这个中间这个圆柱导体啊，然后向内啊，圆柱半径的方向向内传播功率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，现在我们就介绍第一种原平行板传输线传播的 TEM wave。 那么这个平行板传输线呢，就像这个图上面所示的啊，两层上层跟下层平行板当中是无耗损的介电质啊。那么 TEM wave 啊，它是时间的谐振场，比如说我们知道在里头传播的这个 TEM wave 啊，它是一种 time harmonic form 啊，它的场是这种啊。那么它这种电磁波它必须满足介电质区，它是一个无源的介电质区，没有电流也没有电荷源啊，必须满足这个条件。然后这个条件之下呢啊，我们先注意它这里有坐标，看到没有啊，坐标啊，将来我们所导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公式啊都适合于这个坐标啊，都是要用这一组坐标，如果坐标不一样那就就是不一样了啊。你看它的 Z 轴就是将来电磁波传播的方向，这个导体圆柱 Z 轴啊，它是一个无限长的一个导体板啊。然后宽度用 W 表示，这个方向是 X 轴啊。然后两层底层到上层啊，这个垂直的方向呢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Y 轴啊。那么上下层的距离用 D 来表示。好，如果这个电磁波满足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种的条件，就是说这个介电质是无耗损介电质啊，那么又是无源区，因此啊又是一个谐振场的话啊，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场把它写成这个方程式啊，就是下面这个其次的 Helmholtz equations， 这个我们上学期都介绍过啊，啊就是 Laplace 一减掉 gamma square 一等于零。这个一呢，我们用的是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向量式，就是说它只有 space part。那么 time part 呢，我们先不需要把它摆进去。那根据前几章的经验呢，
适合于平行板间的平面电磁波向 Z 方向传播的啊，它的偏振方向如果是 Y 偏振的话，它的电场与磁场的向量形态我们可以写成以下的啊，电场你看它 AY 方向就是 Y polarization 啊，那么 EY 就是这个方向的电场的大小，那么这个只有 space part 啊，那么 EY 括弧 Z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啊 E0 exponential 负 gamma Z， 那 E0 呢就是它的 amplitude 我们在这里是假设这个 amplitude 啊它的 initial phase 是零，所以它的就是一个一零啊，然后后面这个是所谓的向因子啊，负 gamma z 啊，这是一个 phase factor。那么 h 呢 ？h 场，那么它是 x polarization 啊，它是朝 x 方向的。那么根据我们以前学的，我们知道这个。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你看它这个 E cross H 是 Z 的方向的 ，E cross H 是 Z 的方向，所以你 AY cross AX 的话呢，这个是负 Z 方向，所以我们在 H 这个地方啊，加一个负号啊，负 AX E 零 over eta 就是它的固有阻抗啊，那么 H 跟 E。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哈。然后底下就是我们介绍这个参数 ，gamma 是等于 j beta 等于 j omega 根号 mu epsilon， 这个我们以前都学过，对不对？然后 eta 就是固有阻抗，啊，这个是介电子，纯介电子里头的固有阻抗，就是无耗损介电子，它是等于根号 mu over epsilon。再来我们就介绍这个，我们知道我们解这个电磁波方程的时候啊，它必须要满足所谓的边界条件啊，边界条件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呢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它的连续条件啊，这个一定要记得，在 y 等于零，就是下沉 ；y 等于 d， 就是上沉。啊，这个地方的电场，就这个就是导体表面的电场了。导体表面的电场呢，我们上学期有讲过，它是什么？电场是切线方向要等于零，对不对？那 h 场呢？是 normal direction 要等于零哈 ，normal component 要等于零，那么所以一它是 x 方向，看看那个我们那个图啊，第一张那个图啊，啊一是这个 x 方向，这个在不管是下沉还是上沉都是切线方向，所以在这个表面跟这个表面呢，电场要等于零。啊，一哈，我们讲这个是它的 component 了哈 ，component， 这个 component 要等于零，那 y component 就 h component，h component 的话呢，啊，它就是这个 y 就是这个垂直的啊，那 h 就是这个 component 要等于零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以前的这个，我们导过这个啊。这是电位仪的连续，电位仪的连续方程 N2 就是要从导体，就第二个介质都是用导体啊，都是指导体啊，导体向外的就是向这个介电子出来的这个方向啊，这个 normal direction 呢，就是 N2 啊，它要减掉 a dot D1 minus D2，D1 就是代表这个介电子层里头的这个电位仪，这个是导体内部的电位仪，因为它是理想导体啊，
因此这个就是等于零啊，这个等于零的话，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 n2 dot d1 等于 sigma f， sigma f 就是 charge surface charge density 啊，就是表面的电荷密度啊。那么磁场的连续条件是 n2 cross h1 minus h2 啊，这是介电子层里头的 H 场，这个是导体里头的 H 场啊。那么因为理想导体啊，它的电场等于零的话，它的 H 场啊也等于零啊，所以这个也是零，那只有这一项啊。那么我这里用 M 呢 F 来表示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啊。那么在镇那本教科书里面，它是用这个 J 啊，用这个英文字母 J 来表示啊， J 下面加一个下标 S 啊，就是 surface charge density 啊。那这两个啊是条件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条件呢应用出来。Y 等于零 ，lower plate 在下面这个界面上 ，n2 是 ay 啊，这是下表面的 ，two 就是指这个导体了 ，one 是指这个当中的介电子了，所以这个导体向外的方向就是朝 y 的方向啊 ，ay， 所以 n2 dot n1 是等于 ay。dot d 它是等于 epsilon 一啊 ，epsilon 一 ，OK 啊，那么它就是等于啊 ，sigma f lower， 这 l 就是 lower 啊，就是底层的导体表面的表面电荷密度啊，它是 z 的函数啊，那么因为它跟这个有关系啊啊，所以它呢其实它就是等于。这个如果是 time harmonic form 的话呢，那 sigma f 也是 time harmonic form 啊，我们等等可以看到，比如说这个电场，你看这是 time harmonic form 啊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到这里又方向改变越来越大， sigma 也是一样啊，你看 positive charge density 比较多啊，比较强，这里比较弱下来变成零，然后又变成负的啊，也比较多变成零，所以电场是 time harmonic form， sigma f lower 也是 time harmonic form。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条件，这个 a n2 cross h1， n2 是等于 ay 了啊，那么 H1 呢，我们是用 AXH 来表示，HZ 是等于负 HZ 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啊，你看 AY cross AZ 啊，它是负的 AZ， 等等，这个还是没有变，到最后的时候啊，我们到这里来看就知道啊，我们先这么写，就是 AY cross AX 等于负 AZ HXZ 啊，应该这里加一个 X 才对啊，这里加个 X， 然后等于 lower plate 的表面电流密度啊。Chen 那本书它是用这个来表示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啊，我们把这个写成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它可以等于，就是我们倒过来看啊，等于这个等于这个，我们刚刚说这个 HX 啊画成这个样子，它是等于负的这个，对不对？等于负的这个，所以负负就等于正啊。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，等一等呢我们会用到这个式子，你看 current density 下沉它是等于负的，就等于负的 HX 了啊，我们等等会用到上层啊，你注意这个，就是 current density 是跟
H 场有关系啊。好，里头的这个电荷密度，这两个都代表表面的电流密度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组 Y 等于 D， 这是 upper plate 啊，它 N2 呢就变成负 A 了啊。你看这个上层的话 N2 就是朝下，是负 N2 啊， N2 是等于负 AY。 好，然后把这个带进去，负 AY dot 这个，它是等于 upper surface 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啊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式子可以得到啊，这一项就等于负的这一项啊。哎，那么因为它是介电值啊，是无耗损，所以伽马呢就等于 J 贝塔啊，伽马就是 J 贝塔。然后 N2 也是一样，你把这个 N 啊，这个 N2 cross H1， N2 化成负 AY cross 这个，然后等于这个就是上层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，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那么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好了，因为我们主要这是要跟正这本的教科书啊配合，你们看起是原文书比较方便啊。好，它是等于这个啊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呢它是等于这个啊，要等于 AY cross AX， 是正 Z 方向啊，正 Z 方向。 OK， 好，那现在就是说这个这一项如果是等于这一项的话，那么它是等于负的 AZ10 over eta 啊。那你要记得这个东西，我们将来等一等马上就讲到积分的时候 H 的积分，你可以把积分 H 就换成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啊。好，这个就是代表上层的啊，电荷表面电荷密度、表面电流密度等等。这里就是讲我刚刚说过的啊。那么上下层的这个电荷表面电荷密度跟表面电流密度，跟 EY 跟 HX 一样，它都是 time harmonic form 啊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将电场写成这个样子啊，电场我们本来就假设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个式子呢啊，带入这个 Maxwell equations 无源区的啊 Maxwell equations 啊，它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。当然这个你要把它 curl 起来啊，就可以画成这个。我们其实上学期啊也都导过了，可以得这两个微分方程。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一组微分方程啊的两端，左端跟右端，都对 Y 来做积分，对 Y 来做积分啊。 Y 呢就是上下层这个位置了啊，它就是从底层积到外层的位置，零积到D。好，那么左边就是 D over DZ， 然后 EY 啊，就我们写它的，就写 EZ 就好了啊。EZ 本来它就只有 EY 的方向啊 ，DY 积分要等于 J omega mu HX 这个积分。你把这个 E 用把这个 X 写进去也好啊，写进去也好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，把这个积分积出来。这个积分很简单，因为 E 仅仅是 Z 的函数，它跟 Y 没有关系，所以对 Y 积分的话呢，
我们可以把 Z 啊一就提出来，就变成 D E over D Z 啊，它对 Y 是没有关系了，它只有跟 Z 有关系。所以这个积分的话呢，我们就把一啊，这个就变成一乘上 D 了，你 E Z 提出来。啊 ，dy 积分零到 d， 那就变成 d 了，啊，一乘上 d 就是这个电位差，啊，电位差，电位是从这个上板到下板指向下板的电压啊，这个就是电压 ，OK， 你看可以把这个提出来，这个积分就是 d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注意这边积分呢 ，j omega mu， 啊。H 也是一样，提出来，啊 ，H 提出来，乘上 D， 这个 H 呢，其实是 HX 了啊，这个是 EY 是 HX 啊，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说吗 ？HX 就等于 lambda 这个哈、啊，因为前面我们上层，你看这个是 upper plate。啊，它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、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等于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啊画这个地方。要知道，有时候我用 lambda， 有时候用 j 啊，都是一样的。OK 啊，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继续写下来 ，j omega， 然后 mu 呢乘 d， 我们让它除上一个 w。然后再乘一个 W， 不就等于没有乘没有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 lambda f mu 乘上 W， 这个就是什么？等于 current surface current density， 它就是单位长度的电流了啊。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一章这个哈，你看它的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这样子流。这样子啊，朝 Z 的方向啊，那么 current density 就是说你每一公尺宽度每一公尺有多少电流啊，那现在总共有多少公尺呢？总共有 W 公尺啊，所以它就是乘一个 W 就对了啊，这就是乘 W 就变成这个啊，所以它就变成 J Omega 啊，那我们就把这一项东西啊用 L 来带啊 ,L 来带。那 L, 啊地方是等于这个啊，它就是相当于你看这个啊，这个东西导出来啊，它的单位是 Henry per meter, 它就表示是传输线上面上层板单位长度的电感系数，这是电感的一个单位嘛啊，就它就是这个 ,OK? 好 ,I 就是 lambda f 乘 W 啊。好，我们再把第二组的这个微分方程也是左边跟右边都对，现在从对 X 做积分啊，对 X 做积分。好，那么左边呢这个积分，右边啊这一项积分，然后这个 H 可以提出来啊， H 可以提出来，因为它是仅仅是 Z 的函数了啊，这个积分就是等于 W 啊，等于 W 啊啊，那 H 呢我们又可以用 lambda 或者是 J 来表示，那就是 current density 啊，你乘上宽度的话就变成 current 啊，那这个也是这个呢啊，我们把这个提出来啊 ，j omega epsilon e y 提出来，然后啊，把这个积分积出来，两边都加负号，然后这个也是配方啊。除一个 d 乘一个 d， 然后呢这个负的
，EY 乘 D 才是 V， 啊，才是 V，EY 是向上啊，啊向上 ，EY 乘 D 的话呢，应该是下层比较高，下上层比较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啊上层比较高，下层比较低，我们就用 V 啊，用 V 表示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个 C 呢，就是代表，就是说这个我们用 C 来代表。C 就是代表它的单位是 farad per meter， 啊 farad per meter， 那这个就是电容的单位哈、啊、因此这一项啊就是单位长度之电容啊，法拉是电容的单位呢，你 per meter 就是单位啊单位长度的法拉数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啊这个式子，这前面是这个式子，这一组呢是这个式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等于这个啊，前面一组是这个。好，这两组的微分方程就构成一对的向量的时谐，我本来是写成时间谐振的哈，现在改成时谐，这个振没有消掉。啊，这一对叫做 time harmonic transmission line equations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这两组 equation 呢、啊，啊，把它结合起来。比如说，我们把这个式子再对 z 做一次微分，它不就是 d 平方 z v over dz 平方吗？那这一边就是 di over dz 吗 ？di over dz 就用这个带进去。于是就化成这个样子的，啊，两边都是 V 了。好，你把这个式子也对 Z 做一次的微分，啊，就变成电流就是二次微分了。啊，这个微分的话 ，dV， 啊，这边 dV over dz 就用这个带，于是就变成这一组，啊，这一组就是这个单单是对电位的。一个二次微分方程，这个是对电流的二次微分方程啊。那么以上这两个微分方程呢，它的解，它的 solution 呢、啊？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啊。我们以前解出来的电磁波方程就是。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呢、啊？啊，它是代表啊向正 z 方向传播的电压波跟电流波，就是说这个 solution 呢，就是这两个啊，就是这两个 ，OK， 啊，一个是电压波，它 amplitude v 零啊 ，exponential 负 j beta t， 一个是 I z 电流啊。I 零 x 不能叫负 j beta z， 所以以后啊，我们在传输线里面呢、啊，就不再用电场跟 H 场，就改成电位跟电流啊这两种，就记得以后在这个传输线里面传播的，就是电压波跟电流波，当然这两个。你只有向正 z 方向传播的，那这个就是无限长的传输线了啊。好，这里头的贝塔呢，贝塔它是等于 omega 根号 lc 啊 lc，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东西嘛啊是这个啊，但是你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，因为 l 乘 c。就是这两项的乘积就等于这个，哎，啊，贝塔就是这个，所以以后你就记得我们在电磁波里头，这个不是记得很清楚吗？啊，已经记得很熟了。那现在就是 mu， 我们换成 l，epsilon 换成 c 啊，好，再来，我们将这个解。这个 solution 带到这个方程式里头去，微分方程里头去，啊，这个微分一次，
就变成这样子哈 ，J beta V 零 exponential J beta Z， 啊，这一边呢，啊，就 beta Z， 好，那么 V 零 exponential J beta V beta Z 又是 V 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，写成这个样子 ，OK， 啊，那这个是这边的微分呢，啊，它等于这个。就等于这个东西。现在我们去利用这两项啊 ,VZ over IZ, 它就等于 Omega L over Beta, J 都消掉了啊。啊 ,OK, 好，那这两个一除啊，它就可以变成 L over C, 啊，那就等于 V0,over I0， 这个 V0 over I0 呢啊，就是说你本来你这个我们还有 IZ 的方程式是 I0 啊，对不对啊， V over I 直接从这个两个式子跟 I 式子可以得到这个，可以得到这个啊，那我们就令这个东西啊叫做 Z0 这 Z0 就相当于我们以前在讲平面电磁波里讲到的 Eta 等于 Mu 跟好 Mu over Epsilon 一样啊，那现在它就是等于这个东西了啊，那你就把这两个都带进去画一画的话呢啊，它就是等于 D， 因为 D over W 是这个，这个就是 Eta， 这个就是介电子里头波阻的波阻抗啊，波阻抗好，那么 Z0 我们现在就称它为传输线上就是任何一个位置的阻抗，称为特性阻抗，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固有阻抗啊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啊，有时候我们也翻成的固有阻抗啊，那么波原作传输线传播的速度VP 就 phase velocity 是 omega over beta 啊，那我们把这个 L 跟 C 带进去的话呢啊，我们发现这个可以变成这个啊，也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也就是这个东西 OK， 一般介质里面传播是这个东西了啊，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单位长度的电感，单位长度的电容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啊，好，这个跟 TEM wave 在电介质中的像素是一样，这不过这个原则前提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个无耗损的介电子啊，无耗损的介电子，前面就是讲到我们的两个平行导体板它是这个理想的导体，然后当中的介电子呢是无耗损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状态，但是我们的传输线呢，其实实在在的传输线呢，你不可能做到说它的导体是理想导体，它的绝缘体也不可能做到是纯的绝缘体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导体也不是纯导体，它就有电阻啊，有电阻的话它就会有热功率的消耗啊，啊，那么导体板或是介电子板如果不是纯的介电子，它掺有一些导体的杂质在里面，那么它就会产生漏电的现象，漏电的现象啊，在这个导体就是导体杂质里面也会产生热功率的耗损啊，所以说这两个就会产生一种耗损啊，我们为了要说明这两种耗损的效应呢，我们就定义两种新的参数，第一个我们定义两个平行板间每单位长度的电导是 G， 因为每单位长度的电阻是 R 啊， R 的导数就是电导
二分之一就是基呀、啊。那个我刚刚说的 R 跟第二个 R 不一样啊。刚刚说那个电阻是介电子板里头的电阻，它的导数是基。然后平行板它又不是一个，它不是一个理想的导体，因此它也有电阻啊。这个电阻啊就是 R， OK。但是这个基也并不是这个 R 分之一啊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这个是平行板，这个当中的介质啊，介质。好，这个就是说这个当中有电压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两层在某一瞬间有这样的一个电压的时候，电压大小是 V 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看呢，这个时候这个里头呢会产生电流，对不对？也会有 current density， 因为这里会漏电啊，啊漏电的话，这个电流会啊这样子流啊啊，那也有电场是这样子，啊那因此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啊，因为这里有电场，上面就会有 positive charge， 啊 charge density， 下面有 negative charge density， 啊负 sigma f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，根据高斯定律，这个是圈圈哈，圈圈 ，electric displacement 的一个 closed surface integral 是等于这个，啊，它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free charge current， 啊 ，free charge， 等于 free charge 啊，反这是根据高斯定律了。如果是电场的closed surface charge 它是 Q over epsilon 啊，这个就等于 QF 啊 QF OK 啊，我们记住这个。然后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是根据这个高斯面而来的啊，这个是根据这个高斯面而来的 OK 啊，根据这个高斯面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 Q 啊就是这个 Q被这个长度来除，那不就是等于单位，这是总电量是 QF 嘛，被这个长度来除不就等于 sigma F 嘛，对不对啊 sigma F 啊。我们现在看看上下导体板的电压是 V 啊，电压是等于什么，从 A 到 B 啊，电场的积分，就是电场，我们看这个是上面呢，上面是正的哦，下面是负的哦，啊，负的。那我们现在定义这个是 A 边，这个是 B 边呢。从上到下，啊，电场从上到下的线积分就等于这个地方的电位差，啊，这个 V 其实是代表电位差，啊，啊。那么上下导体板，从上导体板流向下导体板的电流 I， 这个 I 呢啊，我们啊可以做一个，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啊做一个高斯面啊，高斯面，因为这里有电场，我们高斯面就是取这个高斯面好了。这 current density 你看从这里流出来，对不对啊，然后就从这里进去了啊，从这里进去了，从这里出去，没有这个啊，没有 current density 啊，从这个面里头进来没有哈。那这个如果你从这里进来又是跟这个面垂直了啊，啊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啊，你做这一个 closed surface integral， 就是说这里出来的啊，你看这个面里头这边没有电，没有这个current 的进来嘛，对不对啊，因此啊它就等于什么呢啊，这个 current density 啊是等于 sigma e 啊，就是欧姆定律啊 dot da， 就是等于啊，就等于这个，我们就记得我们现在要看这个 closed surface integral， 那么 J 可以换成这个啊
I 等于这个东西啊，那我们现在高斯面还是这个，还是这个高斯面呢、啊？好，那么以上的三式得到单位长度的电容 C， 电容 C 等于 QF over V。QF 我们刚刚说是这个 ，V 呢是等于这个，于是它就 D 化成 epsilon 一 dot dA， 这个变成这样子啊。然后单位长度的电阻，这个是欧姆定律啊。这个电阻啊，它不是导体里头的电阻啊，啊，它是介电子里头的电阻啊，啊，就是那个介电子层的电阻。所以它是等于 V over I 啊，因为这个啊，它是这个地方的电阻了啊，它是这个东西啊，它的电传导系数是这个啊，然后 V 电压啊，被这个当中流的电流来除，就等于这个当中的电阻啊。好，那 V 刚刚我们算出来是这个 ，I 是这个，都是啊 ，I 是这个，然后于是就有。这个就是积分没有变，这个呢我们就换成这个啊，记得因为这个跟这个同一个高斯面，所以这个也是同一个高斯面，所以这两项都相等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两项乘起来 C 乘上 R， C 乘 R， 你看 C 是 R 分之一了， C 乘 R 就是等于这边是一了了，就等于 C 乘 R 等于 Epsilon over Sigma， 你看这个一乘的话啊，这个消掉了，这个跟这个消掉，就剩下 Epsilon 跟 R， 可以得这个式子。 OK， 好，我们将这个将 C 等于 Epsilon W over D， 我们前面讲过啊，我们把这个当作 C， 于是啊带到这个里头去，我们就得到单位长度的电导是等于 sigma w over d 啊， OK 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参数啊，你要记得在平行导体的传输线啊，那 c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，它跟这个参数有关了、哦、啊，这个跟参数有关了、哦。现在我们说，如果两个导体平行板也有很大的电传导系数，那么一定会，就是说它的电传导系数啊，电传导就是说它不是理想导体，但是它有这个电阻啊，有电阻，它会耗散这个功率啊，就这个导电板会耗散功率。然后由于这个功率密度啊，是从导体表面流向导体的内部，我们以前介绍过啊，电磁波就是说你有电流在传播的时候啊，它的电功率呢是从这个电线的外围啊传进去的啊，垂直传进去了，所以导体表面呢、啊，必须要有 Z 方向的电场 ，Z 方向就是切线方向哦，啊 ，Z 方向啊，就是一个切线方向的电场，那才可以产生一个 Y 方向的平均功率密度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导体啊，它的厚度都是在 Y 方向的。所以你要从外面穿进去一定是 Y 方向了啊 ，Y 方向，所以它的电场是 Z 方向 ，H 场是 X 方向，这个时候它才会有一个 Y 方向的功率密度嘛啊，所以说这个耗散的平均功率啊，它是等于每一个导体板上面单位面积所消耗的功率哈。就是说这个耗散的平均功率等于什么呢？每一个导体板上面单位面积所耗散的功率啊，平均功率
那就是说单位面积，就每一个 meter square 的面积上面有多少瓦特的这个功率啊，就是我们说这个 average 啊 power density 啊 average power density 它耗散的功率哈、啊、那就是这就是传进去的功率了啊，传进去就是耗散的功率了啊。你看这个又等于二分之一 real easy 向量啊，如果写成这个样子的话，这应该是用这个向量形态啊 ，facial form， 这上面有一个帽子哈、啊，有一个帽子 ，OK， 啊，好，那么适中这个 h 呢，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带啊。那么这是它的定义哈、啊，它耗散的功率，就是每一个，就是这个功率，等于它单位面积所耗散的功率，等等我们会算这个。好，定义导体板电场的切线分量跟表面电流密度的比值，我们称它是非理想导体表面的阻抗 surface impedance。 我们知道这个理想导体表面呢、啊，它的电场、啊、一定是跟表面垂直的，不可能有平行的。那现在因为它不是一个理想导体，那么我们说它会消耗电功率嘛，变成热功率嘛，所以它一定要有电流嘛，对不对？电流一定是沿着这个跟导体表面平行的方向，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个场嘛。我们前面说它必须要有这个场嘛，啊，这个场，然后它有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啊，于是啊我们就把这两个比值，这个正好是垂直哦，这个传播方向是 z 的方向啊、哦，啊，这个是 x 的方向，就是说它单位长度是指 x 方向啊，每一米有多少 current density 啊，所以这两个比值啊，我们令它等于 z s， 叫做 surface impedance 啊，所以 surface impedance 等于这个。然后我们把这个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换成这个东西，你看它就是什么 eta c 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啊导体板的特性阻抗啊，这个因为它也是 e over h 嘛，啊，因此我们就称这个叫做导体板的特性阻抗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传输线的两个平行板，虽然它不是理想的，但它还是一个 good conductor 良导体，而且电磁波的频率非常高啊，所以这个 frequency 非常的高，因此电流呢只存在于导体的表层，只有在表层啊，而这个我们用这个来表示，就是表层才有这个啊 surface 啊，良导体的阻抗 zs 阻抗，这个 real part 就是它的电阻，这个就是它的 impedance 啊。那么我们以前算出来过，良导体的话呢，我们良导体的这个阻抗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啊。不过那个时候，这个是一般导体的 mu 跟这个 sigma 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将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这个 surface impedance 啊，就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式子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，这个我们把它cross 出来以后变成这个样子的
EZ 等于这个，这个乘上 HX 啊， EZ 等于 ZS 乘上 HX， 然后再乘上这个东西，没有错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写成二分之一 real 啊 real AY 提出来啊，这个还有这两个呢就变成 H 的平方了， H 平方就是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的平方嘛啊。好，这个等于 AY 啊二分之一，这个啊这个还在 OK。 然后呢就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啊 RS， 就是电阻，相当于一个电阻，因为它的耗损是焦耳功率，焦耳功率就是 I 平方 R 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啊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嘛啊 ，OK， 啊，就不是这一项，我们取 real， 它只剩下这一个东西。这个本身就是 real， OK， 先提出来，然后这个 real 就是 RS， 啊，所以说，上面的平均功率啊，是等于这个东西，啊，也就是等于它单位长度的单位面积的耗损功率啊，所以单位面积的耗损功率呢，我们就得到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式子 ，OK， 好。现在我们上面得到这个了，再将 I 电流等于这个乘上宽度，电流密度乘宽度，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，就得到 W 宽的这个导体板上每单位长度耗损的欧姆功率，这个是小写，这个是大写哦，啊。小写大写啊，大写就代表每单位长度耗损的欧姆功率啊，这个是每单位面积耗损的功率啊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啊这个式子带进来的话啊，就可以把这个画成这样子的啊，耗损功率，二导体板每单位长度有效串联电阻，因为它这个两个导体是电流啊，比如说从上导体往右边传，那下导体就是回来就往左边传了，所以它同样一个单位长度的上导体，将来电流要经过同样长度的下层导体，所以它的电阻呢应该是等于两倍的这个电阻啊，两倍的 OK 好。那么我们把这个 RS 用这个带啊，那么它就变成这个东西啊，这就是两个导体板一起算咯，每单位长度有效串联电阻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导体板啊。那么现在将宽为 W 距离为 D 的平行板传输线的散布参数啊，我们不是求出来一些参数吗？啊，我们通通把它列在这个表里面，列在这个表里面。我们导的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我们等等会导到。啊，现在我们把它写到这里，本来只有这一行，后来我们才算这一行，但是我们通通把它先写上去，将来我们看这个表呢。啊，就统统都有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前面我们介绍的啊，你要知道的摘要是什么东西哈？就是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平行板当中传播的波都是在这个介电子里传播的了，它是这个 equation 我们都很熟悉哈。EX。E 是 Y polarization， H 是 X polarization， 然后它的边界条件
啊，从边界条件我们得到上下导体它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跟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得的是这个结果，你要记住这个东西啊。再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要知道啊，从这个 Maxwell equations 啊，我们得到这个式子，这个式子呢再从零到 d 积分两端就得这个式子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参数啊，这个 L 就是这个参数是这个，然后另一组 Maxwell equations 啊也是积分，它是从零到 W 积分得到这个方程式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参数 C， 我们结合以下的以上的这个结果可以得到 V 跟 I 的二次微分方程啊，就把这个电场就变成这个电场 H 场就变成 V 跟 I 了 OK。